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福冈女孩 Yumik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博多车站。那这一集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福冈玩时的市区的几个重要的景点。现在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博多这边的地理位置。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这个博多车站。那博多车站这里可以搭乘新干线。如果从这边搭乘电车两站的话，就可以到达福冈空港，是不是超近的？那福冈这边的市区分为博多和天神。博多这边的话，我认为就是它旁边都是百货公司，婆婆妈妈可能会比较喜欢。然后搭车的话，也都是在博多车站这边。那天神的话呢，我就认为它是像比较像台北的东区，就是很多小店还有小吃都在那边。那我们这一次现在先去博多车站里面逛逛。从这边进来之后，就是博多车站里面的内部。旁边这边就是百货公司。阪急百货就在右手边，往前面走可以去搭乘 JR 线和新干线，往右手边左手边走的话就是地下铁空港线。这里还有一个超大的电视墙，通常从福冈这里在等人的时候都会来这里等。福冈这边买新干线的票的话，就是在这里买票。这一家可颂位在博多车站里面，每次经过都超多人的。它这一家可颂是小小那种，我觉得吃起来非常好吃。可以看一下后面超多人在排队的，每次经过都会来买。这一家应该也是大多人的福冈回忆吧。现在想要来去吃一方拉面的本店，那从这个竹子口这边走出来，这里前阵子改建，它这里都变成计程车这种，然后上面还有招牌，很清楚明了。从竹子口出来之后，先过一个大马路。现在带大家来看看博多的一双拉面本店，超多人排队的，而且现在已经过了中午时间，是下午的两点，还有人持续的排队。大家都知道豚骨拉面的发源地在福冈，那除了一兰拉面，还有这一家一双拉面，人气也是超级好，在地人推荐的。在外面就闻到超浓厚的豚骨拉面的味道。
在前面就可以闻到超浓的九谷汤的味道，就是后面那两锅九谷汤直接熬煮而成的。旁边还有这个修咖，就是姜，还有辛子高丽菜，那个有点像会辣的酸菜，吃腻的时候可以配来吃。这个是辣的酸菜，变得超级浓的。现在已经吃完博多玉霜拉面了，我刚刚排了一个小时，已经吃完后面这个玉霜拉面了。出来之后看到后面这些人还在排队，他们应该也是要等一个小时。然后玉霜本店这边旁边其实都是那个高楼大厦，其实没有什么商店，通常走过来的人都大部分都是来吃玉霜拉面。它真的很浓，浓到冒泡。它这个玉霜拉面的汤头听说是就是猪骨啊，然后一直熬成，长时间熬成的。那有些人可能比较不能接受，是因为那个熬出来会有一种猪骨的臭味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像台湾的臭豆腐，就是你越臭越好吃。然后它这个玉霜拉面也是汤头闻起来越臭，但是喝起来真的很好喝。如果你是那种重口味的人，觉得可以来挑战一下这个玉霜拉面。那我们现在继续走回去博多车站，这个走路路程约七分钟。过这个马路过去就是博多的竹子口。现在走回来博多池竹子口啦，从这边走进去。在右手边这边会卖很多福冈的著名的那个伴手礼，带大家去逛一逛。衣服，福冈最有名的。还有小鸡饼干。那现在小鸡的那个蛋糕还有特别期间限定贩卖其他五种口味。这个明太子的虾饼也很好吃。价钱是60片是2592日元，42片是1782。还有千岛馒头，它的礼盒。
在这边还有福沙屋，现在还有出这种礼盒，就是四种的蛋糕，然后还有配茶包。现在带大家去博多车站上面的空中展望台，这个景点没有很多人知道，就在博多车站的上方。我从这里搭电梯，现在这里还有卖古早味的玩具，还有饼干，就设在这个上面。庭园这里还有小火车，可以让小朋友体验，是真的可以坐的哦。如果要搭乘的话，可以在这里买票，一个人的话是200日元，然后是3岁小朋友，3岁以上会收。3岁以下的话就不收费，然后它的时间表在这边，早上10点开始，最后的时间是到5点50分，10分钟一班。但小朋友他们都哇超期待的，后面还会最后面还会做一个工作人员，他们要出发喽。一路上绕着这个空中花园，今天感觉蛮多人来这里的。绣球花，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玩耍。火车即将进站，这是我们的铁轨。这里还有一个铁道的神社，照着这个花丛的旁边走，这里走到最旁边就会有一个楼梯上去空中花园，上面可以看福冈市的景色。这边下面就是刚刚走上来火车的旁边，火车的铁轨上面长这样，
还有一个小小的桌子可以站着聊天。现在这里就是博多车站的上方，左边就是0101百货公司，右边有点看不太到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尖尖的，就是博多塔，都是高楼大厦。刚刚那里看不太到，可以走上这个楼梯上来，就看得比较清楚。景色大概像这样。刚刚的铁道神社就在这一个方向。右边这边被树挡住，这边就是大人的休息区，然后旁边这里就是小朋友刚刚的火车铁轨，而且上来这里是不用钱的，可以来这里休息。现在我们从这边下去，带大家去逛逛迪士尼商店，从旁边这里就可以搭乘电梯。迪士尼联名的跟 KIU 联名的，我雨衣也是他们家的，我觉得他们家蛮好穿的，他跟这个联名好可爱哦，小朋友的雨衣。这里整区20%off，超划算的。这便当盒跟迪士尼联名，好好看哦。这杯子也超好看的，瓶子保温瓶。这个神灯的里面是可以放茶叶的，1980，好可爱。它还有神灯这个汤匙，日币660，好好看。这个小包包也好可爱，有两种颜色，一个是4950。也是在博多车站左边的百货公司里面吃甜点，这家甜点是我的大爱。这一家巧克力的蛋糕也蛮好吃，很多人排，但我今天想要吃的是水果派。往这边左边直直走，它就在一楼的最左边，然后希望可以有那个室内的位置。水果超级新鲜，哇，看到前面很多人在排队了，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位置。它长这样子，最喜欢的话是这一个，它下面是卡士达，然后上面是综合水果，很好吃。它一块都不太便宜，一块要900多块日币。现在从博多车站走出来，我们要去博多运河城，往它前面这一条路直直走，7-8分钟就可以到博多运河城。往前走，这边就是博多运河城啦，是不是超近的呢？
们家常常在路边发免费的，如果大家来日本的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拿哦，这是他们的新品。走进来这里就可以逛 Lara， 然后右手边就是 Uniqlo。这一次 Uniqlo 的蛮好看的，素素的。然后这里就蛮多的店家。超值的咖啡，哇，感觉好好吃，920而已。这一家在博多运河城下方的小鸡蛋糕，现做的，现做的应该算好吃。它这里是 cheese 口味的，一个是224。超可爱的墙壁，好可爱。这里就是走过这一座桥，就是博多运河城。